网上分享近况，亲切和粉丝交流互动的小 S， 最近突然晒出一张双手特写照片，而且仔细看照片会发现她双手竟然有多处淤青。对此，她发文向大家透露，是因为录制《小姐不吸地》时节目太精彩了，让她鼓掌的时候拍手拍到双手淤青，还幽默在贴文最后附上一个笑到哭的表情符号。许多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和贴文后都感到很不可思议，纷纷觉得鼓掌拍手拍到淤青真的是太荒唐太夸张了。另外还有网友幽默留言跟她说，等一下又有人看到照片之后说姐被家暴要说哦。小 S 亲自现身回应这位网友说，这个家暴太好笑啦，是拿牌尺打手哦。另外还有不少人竟然开始研究起他的手相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